再来，如果我们回向给生病的，那冤亲债主会不会找我们呢？你就给他是有，不会的，有慈悲的人就有护法。冤亲债主要找的是欠他的，不是你，因为你回向，所以我刚刚讲回向要回向两个，除了回向给生病，也要回向他的冤亲债主，这个意思了解吗？如果你只有回向给活的人，这个冤亲债主不高兴，他也不会找你，只是活的人他虽然得到一点福报，冤亲债主还在他身边，所以两个都要回向，那冤亲债主就会谢谢你，对不对？有这个意思嘛？啊，所以慈悲三昧水忏悟达国师的冤亲债主，透过那一位尊者的加持，对不对？冤亲债主出来讲话，十倍慈嫌，他害我被斩妖，所以好在这位迦罗迦尊者的化解呢，我要离苦了，这样啊，所以各位两个都要回向啊。